有人找你，去吧。 李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曹总，这种时候就不必寒暄了吧？大费周章把我绑到这里，到底是什么目的呢？你猜我有什么？ 因为我不开心呀，我也不想看到你们开心。真可惜啊，我以为你会是个理智的人。理智啊？我想，我早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。又或者，你和宁成明，不是一直就在等着我失去理智呢吗？ 输得不够漂亮，姿态就不好看了。李小姐，你又以为你赢了什么呀？他的爱吗？宁成明从5岁的时候开始，就有了认知障碍，也刚刚好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已经学会了怎么表演各种情绪，比如高兴。 难过、愤怒，又或者，还有你以为的爱，他早就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？你可能不清楚，自他从国外回来之后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哪里不一样。 李小姐，其实我跟你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和昨晚天童外摄像头拍到的车是一样的，就是这辆。开始确定行车路线。通知王帝，现在带人出发，先下码头靠拢。明白。放心吧，我们的人已经靠拢，一定平安把他救出来。 你一直都在骗他，聪明，心疼啊，聪明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两个能有什么事啊？ 回答我呀，宁成明。谢谢你们一路上对我的照顾，能不能帮我把绳子松一点啊？实在是太疼了。你刚才打得太轻了。 你知道我喜欢宁成明，知道我母亲早逝，所以想通过这些手段打击我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告诉你两件你不知道的事。第一，我从初中开始。
就已经打遍全校无敌手。第二，就算宁成明不爱我，我也会活得精彩，活得漂亮，并且永远不会输给你这种只会把问题推给别人，自己躲在黑暗角落里隐隐狂吠的败犬。曹总，你就在铁窗里面好好反省你的人生吧。放心，就是李小姐头部受到冲撞，有一些脑震荡，但是大概休息一周左右就会好起来的。放心，那就好。谢谢你，医生，谢谢。爸，我们换个地方说吧，别吵着小妹了，能好好休息。醒了，医生说你没有什么大碍，休息一周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好像头还有点疼，有点记不清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不记得了。真不记得了？不记得。好吧，你是李浅。昨天晚上你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了。这个地方是你的房间，我叫宁成明，是你的男朋友。哦，不对，是老公。一年前咱俩结婚了，大学毕业那会儿，你天天追求我。我追你？嗯。对了，咱俩好像还有两个。有什么？难不成还变出两个孩子来啊？啊，你说有就有啊，只是我不知道被你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俩去吃个早饭，老婆。还是很晕。还晕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我有一个闺蜜叫于青青，有一个死党叫顾彻，爸爸李静凡，哥哥李琛和李俊，嫂子嘛是顾兰。嗯。至于您，您看。这边还有什么遗漏的吗？我看啊，你真该喝点药了，兴许你喝了药就都能想起来。哎，喂，啊，好，好，拘留所那边说。那个叫于青青的律师申请见一下曹梅，叫的不用来了。曹梅说了，谁也不想见，而且声明了不需要律师辩护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以为他负隅顽抗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？有些人总是觉得只要自己不承认，
支撑着他的幻想就不会破灭。但证据确凿，我们也不需要他假意的忏悔，他只需静待审判就好。来，饭后甜点。我头不疼了，认真的。原来大名鼎鼎的李浅同学也有弱点呢。我没有。不要喝了。我不喝。宁总，您公务繁忙，这种小事儿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。不忙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想起来我是谁呢？您不就是宁总吗？这有什么想不起来的？不喝是吧？好。想起来了吗？这什么呀？这可是李浅胃药专享迷你宝盒呢。今天是几号来着？11号。挑一个吧。看看是什么。什么呀？不给你看，不给，哼，干嘛？给不给？不给，我不给。那让我们来看看这都是什么。选哪个？不选。不选。不行，那就多来一点。不是，你让他自己清静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想跟我女儿单独聊聊。哦，不，你能出去吗？好。李浅，你好，这是我恢复记忆后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封。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，并没有被你深深吸引，你像一只刁钻的小狐狸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GDP 中经济增。上课睡觉，下课不好好写作业，总是跟我作对，实在讨厌。后来发现，事实也不尽如此。世上多的是并不互通的悲喜，我并不能理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还笑得出来。老实说，我连人为什么笑也分不清楚。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方立平，
李浅跟我说了好多有关于你的事，或许你们很像。我是你未婚。我失忆，你出于私心骗了我，而我信以为真。记忆真是奇怪，能让人忘掉许多，却又让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画面、瞬间，清晰的好像昨天。我从你那里感受到喜怒哀乐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。因为你而感到的快乐，在发现一切都是谎言时，转为了愤怒。明明是最好的时光，为什么会是假的？这打破了我的逻辑和认知，也让我感到难过。在给自己找了许多借口之后，我决定一箭双雕，以牙还牙，作废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，让我们重新来谈条件。起初看着你愤怒、挣扎、反抗，我觉得有趣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这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不过好在我想明白了，人生海海，何其有幸，狭路相逢，我很爱你。我这小子他磨叽什么呢？这是父亲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？你冷吗？天都黑了，能不冷吗？我觉得他会不会是想先勾起李浅的回忆，然后攻心为上啊？嘘，撑起来了，快看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这里是我学会情绪表达之后最让我开心的地方。李浅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或者说是见不到你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会疼。然后这种情绪就在身体里散开，然后钻进鼻子里，酸得让眼睛受黄了。有时候会想嘲笑自己，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，怎么办？现在这里就是。我之前觉得我跟你好像是永远不会相遇的平行线，所以现在这样站在你面前，好像是个奇迹，好像是在做梦。李浅，接下来我说的话是考试重点。宁老师，我一定记牢。我们的世界不是二维的平面几何，所以在黎曼几何的世界，我们两条平行线的相遇是命中注定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？讨厌，暗藏实力，插话。你以前总说我坏，但是你让我这么难受，咱们俩到底谁坏？你先招惹我的。既然选择骗我，为什么不干脆骗我一辈子？那好，我骗你，你骗我，我们就互相骗一辈子好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全都想起来了？这回忘不掉了。你作弊啊。我作弊？不是止不挽留他，可是风在呼啸呀，回忆慢慢。
伤过，我不想我呼吸失去效用，越挣扎水越汹涌，过往渐渐蚕食了我，无形的撕裂勒住了心脏，我拆开我一件件撕破伪装，凋零片片要怎么再闻到花的芬芳，也幻想某一天还在熟悉地方遇到熟悉向往，回忆潮水退去后，总算是。可不嘛，差点没给我急坏了。你们都别看，没意思。父亲，父亲。爸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你们还不了解父亲吗？一方面他怕宁成明欺负小姐。另外一方面，心里又放不下妹妹。得了吧，我看他只是恨自己这会儿没有把刀在手上。说什么呢？别看了，啊，走，走吧，走。总，我有个疑问。李总，请说。是您说这里对我们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来这儿度蜜月。可是我仔细这么一盘算，第一天刚到你就直接拉着我去参观智胜的代工厂，第二天呢，拉着我去参加行业论坛，今天可好，从早上架着我看文件到现在了。你确定我们是来度假，而不是诓我来远程办公？看，阳光、酒店、泳池，我们在一块儿，那怎么就不是度蜜月了？就是在诓我。行，你赢了。哎哎哎，干嘛？哎，其实呢，我准备了一个小惊喜，难道你就不愿意稍微的等我一下？真的？什么惊喜？早点说了才是喜，别到时候只剩下惊了。我呢，订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要不我们现在就过去？好啊。谁发来的？我弟弟。你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我看你叫 goodbye 得了。啊！不过这次我觉得我可以的。我要喝水。嗯。我这个傻弟弟，都一年了还没搞定女朋友，太不争气了。大哥。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见了鬼了！你不是去见凌云帆的创始人了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姓傅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。我不过给他提了一个建议，他居然拿咖啡泼我。你看，他真以为我们丽蓉是做慈善的呀。您提什么建议了？我就说以凌帆现在的状态，我们要拿50%的股份，过分吗？嗯，有点黑。我反正是盯上他们了，谁要是给他们做皮，走着瞧。哎，哎，父亲，这忙忙活活干什么呀？你哥这忙活什么呢？老公让你吃那个，你给我拿个头。这是不是没洗干净？行了啊，姐姐啊，
以前不是说宝宝要吃会加点大白啊？没洗干净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那又不给爸吃。你怎么那么坏？姐姐，我跟你说，爸爸在家待了太无聊，太没有意思了。你赶快回来吧，好不好？我把瓶儿包了啊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配不配得上你准备的惊喜？你这么穿，老了会得关节炎的。喂喂，宁成明，你干嘛呀？还给你，哼！你干嘛去啊，李姐？我不去吃饭了。我回酒店换衣服去，哼！你这样赶不上我预定的位置了，难不成你要我随便找一个美女吃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反正你现在也算是半个已婚钻石王老五了，哼！哎，别闹！难不成你想让我抱着你过去？哟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麒麟臂呀？宁成明，你放我下来！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宁成明，你，哎呀，放我下来！你不是要去吃饭吗？我肚子都饿了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刚才心跳好快，该不会是在想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别乱讲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，不怕有帅气的小哥哥来找我吗？怎么有人会找已婚妇女搭讪呢？你讲太多了吧？宁成明。那个柳梅巷什么时候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本地人，要不你问问其他人。李晴。啊？宁成明。萨瓦迪卡 ，Mr. 宁 ，Miss Li， 事情的经过我差不多都已经搞清楚了吧？谁先动手的 ？It's not important，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啊。那 number one 通知领事馆，按照他们的法律程序走啊。那 number two 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来哈。卡库，那就按照你们的规矩来。Very good。我们都完了，要下班了。What？ 你们也要拍卖？好来好来，过几天来加班来。都开心一点了吗？准备好啊，我来开始倒数。3, 2, 1。哎呀 ，Do not closer。OK 。严肃一点啊，再来一张啊！哎呀，哎呀 ，It's enough！ 再来一遍啊，我要下班了啊 ！1, 2, 3。咱俩这回谁赢了？我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最后拍一张。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对不起。What？ 最后一张。The last one， OK。1, 2, 3 Oh my God!
啊，涛哥，也是，一辈子那么长，现在怎么分得出胜负？为什么遇见了你？是不是命中注定？那些纠缠和不安的情绪变得有诗意。